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又是老爹，很紧张的时刻啦，因为好像没有保底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我们又来拼红文女啊，又要再拼一张啦，又要来光速冲啦。好，来赵牧先买99张，老爹今天一定要拼到哦，一定要拼到一张哦，至少一张。来，没问题，神秘商店我买，英雄核能我再买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刷新金币，我买买买，英雄核能我买不完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红文女12×3差36张，没问题。今天我们一定要拼掉一张啊，让我好运一点吧，刘备没经费啊啦，刘备没经费啊啦，让我钓一个好不好啦，我的经费剩下12000啊，120000赚啊。好，来，拜托给我一张红锤学主，就要一举成名啦，又是我们的 B 级女王，没问题。有人抽到我的文少女啊，你干嘛啦？我们再来。好，果然还是没有。今天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弄出一张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各位观众，官方到底是正面工伤还是负面工伤，就看这一把啦。新哈丘威格翁，好，来黄金球 Golden Ball， 小朋友看老爹学英文完全没问题，有没有？我不管面对什么款的对手，我都不会手软，没问题。好，兽王就兽王啊，才2次10连抽，不紧张，好家在啊，虽然经费快要用完了，可是现在快要过年了，离过年大概还有1个多礼拜吧，老爹还来得及储值啊，先除了再值啊，不然过年没得除怎么办啊。好，来，哎，官方啊，我都要除职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啊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啊。我们再来，连账 SA 啥都没有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啊。啊，我们再来第4次10连抽啦，官方丢，这什么啊？让本王来当你的对手吧！我靠，你把个东西懂啊，弟弟王啊，你怎么那么多手啊？人家有3只手，你怎么有4只啊？弟弟王国的统治者啊，你回到弟弟去吧，你来地上干什么？地上很冷欸，
天哪！好不容易中上 SSR， 你来这个，我们再来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有六十张券，各位观众不紧张啊，反正无论如何啊，老爹一定要拼掉一张啊。一定要拼掉一张，吹头，不要用你的手指头比着我，笑什么笑啊你啊，大光头，牙齿很白是吧？我们再来，还是没有，好来。七七八八不要揪，来一张文少女啊，她跟我一样姓文的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！你有察觉到你就赶快给我啊！我现在杀气十足啊，你不要逼我啊！そんな先に気づかぬと思うか？嗯，是土，我们再来。四次十连抽啦，剩下四次啦。好，有种不要给我，看自己的几率低还是我的经费多啊？怎么样啊？来，哎呀！你一定要让我花这么多钱吗？啊！我总共在一拳超了，也花了两百多万了吧？天哪！你可以不要这样对我吗？可以不要吗？我 VIP 耶，你们这样子对待 VIP 的吗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我？我们再来，就跟你说，不要用你的手指头比着我，我把你凹断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再来，剩下两次十连抽啦，各位观众啊！没问题，拜托你给我一下啦，一张就好啦，一张就好，一张。什么旺 A 级英雄啊！请各位观众有落西顾啊！你去旁边拖，你去旁边拖地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拖把侠！被火纹身的少男啊，全身都绷带绑起来了。我们再来，最后一次十连抽啦，让人家留点钱吧，让我留点钱好过年吧。海底捞月，白金一波三，澎波湖，来个奇迹吧！期待这一个奇迹，像一个传奇。我不要 SR 的文少女呀、啊，我要 SSR 的啦。你干嘛啦？天哪！啊，各位观众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来光速抽啦！老爹还有12000经费哦。有种你就不要给我、啊，让大家看啊，看看这个几率长怎样啊！啊，我已经不管了，三七二十一了。有种不要给我 啊！
有种12000钻都不要给我啊！不，有种12000经费都不要给我啊！好，我再抽，我抽抽抽，我管你是谁啊，我俩公啦，我再抽。我靠你个东地东啊，通地啊，你去找你妈好吗？麦克阿尼怕我妈妈，和你吃棒棒糖干什么啊？我的天啊，我们再来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次 SSR 几率比较低耶？真的比较低耶。我们再来，留点经费给我好不好啊？不要这么夸张啊！我们再来。我的老天鹅啊，真的很难中欸，想要五星不简单欸，你们看这个几率啊，小黑鹏，天哪，我的钱一直不见欸，你哪有站在正义这一边啊，你站在邪恶的那一边吧，啊？自分たちに進化の必要性がないと思って。我花多少钱啊，我的天哪，自分たちに進化の必要性がない。剩下10000经费了，你高兴了，你高兴了，又我的老天鹅啊，欧团啊，到底是不是在整我啊？啊！我10000经费都快抽光了。今日は歌手として新曲の宣伝に。我们再来！天哪，各位观众啊！难道真的酬劳光也不会有吗？让我留点钱好过年啊。哎哎，各位观众啊，他终于来了，我的梦中情人啊，金龙老爹隆重介绍我们的SSR 温少女啊，我好感动啊，终于啊，猩红风暴的文怪人，什么文怪人啊，靠腰，文少女就文少女啊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总算抽到了，来，生命力220万，自信红文女来迎森林，真的花了我好多钱啊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